哎呀妈呀，咋的呀？空降来的？这不听说你家第一天开业没少放鱼吗？专门过来整你来了。哎，真狠！今天钓鱼多少钱？980，回鱼4块。你看我空降来的，费用还挺高的，能给我便宜点不？你啥意思？一年了还套路我呀？便宜不了，交费。哎，那行吧，你也挺不容易。今天钓鱼什么价？980。我第一次来不能优惠点吗？没来过啥，之前没来过。给你打下折吧，给你打8折。好嘞，我就算吧。哎，凭啥给他便宜不给我便宜啊？他没你套路深呢，他没来过呀。人家都说欺生不欺熟，你这是专门欺负熟人呢。我这是让你给我套路的。我不管，他来。哎呀妈呀，啥意思呀？还抢上了？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求乐来到黑空间。今天这款皮已加固竞技线索，厂家来了个大活动，给出价格你想都不敢想啊。9.9块直接给他发6吧，还包邮呢，而且还送主线盒啊。他这个呢都是采用动力元素的进口雨线哈，耐磨耐拉，不容易断。7+2的超减太空洞绿色入水，而且通行度呢非常的高哈，背力漂做强拉不坏不掉漂，高速旋转还不易产线呢，线性柔软啊，入水还不容易打卷，轻轻一捋就直了哈。多种型号可以进行选择，左下角车赶紧快去试试吧，点开就能拍哈。钓鱼纯属爱好，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爱好，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爱好这个东西却很难讲清楚，就是外人看不懂，自己却很喜欢。几天不拿鱼竿，就总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，或者是心里总有放不下的东西。有些人不理解，钓鱼人为什么可以一寸一世界，一钓就是一整天，甚至更久。钓到万古如长夜，垂钓也并非你所想象的那般无趣。钓尽凡尘是与非，享受人间无数鱼。哇，软泡加颗粒，大脑大比例。哎呀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怎么还不开门呀？好久不钓鱼了，我就有点迫不及待了。阳光很暖，鱼货很满。飞太，鱼儿你们都听清，今天我要钓你们300斤。300斤，拿捏大美丽，没问题。今天鱼形真给力，钓鱼就盘大美丽。面朝碧水波，背离红尘嚣，醉里官服飘，烦恼皆可抛。下来动意，哇，大美丽家的鱼真热情。咦，永远是我的小宝贝儿，去吧，咱们日久方长。花手摇一摇，鱼儿无处逃。下一个，这回看你往哪儿逃。加油，走你。来吧，嘿，春暖花开，鱼儿上钩，加油！哇塞，真的是一鱼解千愁，一杆放所有啊！来喽，山外青山楼外楼，钓鱼技术我吹牛，缸里头，太大了，嘿，千山万水总是行，连杆放户不要停，嘿，捞户货。摇一摇，鱼儿无处逃。正义，轻点着。完了，让鱼儿给逃掉了。嘿，人间自有真情在，大鱼小鱼都是爱呀。高里头，捞户货上台。来了，今天今天起得早，钓鱼真的没烦恼。嘿，没毛台，把这个伞炮给它打湿点儿，带小石伞给鱼压下去。来了，哪怕今天不上岸，提起鱼竿就是干。哎，这个鱼情我拿捏的真是恰到好处啊。来了，鱼知鱼食，我知零食，不求可换，不可质疑呀。下来斗鱼，飞它。嘿，随着钓鱼年头的增加，我们愈加发现失去了曾经的快乐。到后来才发现，是因为我们把结果看得太过重要，反而忽略了钓鱼最美好的过程。群龙分金看缠山，现在就应该提杆。哎，这回鱼有点吃力，没烫。这个1.5的线温柔一点飞也是没问题的。人间正道是沧桑，偷偷放户别嚣张。哎呀，太小了，没控制住。哎，
其实教育人只喜欢钓鱼，而不是鱼。每一位钓鱼人都值得被尊重，钓鱼人加油！要注意，飞塔南台鱼竿是4米53.5H的，线组是3拉1.5。小号加油！来了，接烤。与其错失良机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咦，这个鱼真有劲儿啊！它是欺负我的线线。来吧，只要有口就最好，拔几口。小竿配细线，一挑入魂了。得失不计较，沉沦之乐乐没有我知晓。不打窝子没有鱼，窝子一撒就中鱼。严了，钓鱼不求回报，只要上岸就好。来吧，我现在用的是1.5的子线，不敢用力飞它。今天又爬了大美丽两户的鱼，看看今天我能不能上岸。来，第一个手。我跟他互动，他不差1000块钱，看他钓多少啊，川哥。上期钓多少斤呢？378。妈，378呀！啊，那1500。1513，我才不跟你互动。哎妈，你看我这钱，他越学越精。我给他1000，他不干。1513，都得10块。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啊，那我12块。哎呦，你那么便宜，老让你占便宜，我也想占便宜，真的。你也别过扰。